上技能又可以快乐的与动物互动，甚至当个动物之王。金山的鹿与松牧场是个好选择，门票200元给你一箱饲料，虽然进去就有两只强盗准备等你留下买鹿柴。园中有很多跳跳山羊，还有温驯的梅花鹿。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对水豚，听说买一只要28万，男的叫山盟，女的叫海誓。看水豚翻肚，超级可爱的啦！再往山上走一点，有匈牙利绵羊猪，这是个高贵品种，一只售价25万。不过我们很好奇，这25万的绵羊猪，陈立奇刚问说会杀来吃吗？原来有卖呀、啊！其实这里的绵羊猪只能观赏用，食用的绵羊猪则是擅自养殖的哟。啊，猫咪来了，感觉想要来吃绵羊猪香肠。你看，你看，来了！赶快走，赶快走，猫来了！越来越多只了，怎么办？我变成最受猫咪欢迎的人类了。这里有超多非洲热带草原猫，身上有豹的花纹，非常美。只要买个猫罐罐，你就可以成为猫中之王哦。我是你的，不行。太坏了，太坏就不会有哦。教育羊，我们叫你前进，不能。你干什么呀？被撞了。